我完了，这不行的，还不行的，在我认为交朋友是要细水长流，就好像一棵树苗是要经过灌溉，这些养分就包括真诚、关怀和包含，这样才可以将这些树苗茁壮成长，成为一棵大树。我们问一下这几个人，这几十年就是靠着这份养分滚滚而成，希望我们大家都珍惜，也都希望大家珍惜过去我们的付出。多谢。You are